博斯普鲁斯海峡不仅隔开了欧亚大陆，也把伊斯坦堡一分为二。现在有三座大桥连接两岸。这个海峡不仅有地缘政治上的重大意义，也是风景优美的圣地。土耳其房价最高的区域就在于此。目前，游船观景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热门项目。两小时的海峡游可以花费几千里拉，但是也有每人75里拉的。游程和景观都一模一样。游船从市中心的码头出发，沿海峡向北行驶，穿过两座海峡大桥，在第三座桥前面转弯往回走，就如地图显示的那样。让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吧。Thank you.